对，阿妈。元浩啊，嘿，阿嬷哦，是想要问你哦，你明仔载要返来食饭无？阿嬷足想你的啦。有啦，快转去啦，吼、哦。诺，好啊，那安尼阿嬷明仔载煮你上爱食的迄炒米粉，互你食好。我等你返来，吼、哦，徛较慢嘞，好，我知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你好！哎、欸，啊，今仔有足少的应菜，唔知要买一百无哈？哦，无喏，今仔日吼，我准备转来，啊，你替我拣一寡较水的菜。啊，有，今仔有拄好来这高丽菜、高山的，足好吃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哥，你替我拣一寡迄红菜头菇、大香菇。啊，有。啊，有吼。嘿，啊，无我甲你摕起称看高丽菜。好。来啊，这啊，咱唔知要搁爱啥物菜吼？对啦，你替我搁拣一个较水的迄高山高丽菜，啊，阮孙吼今仔日要转来食饭呢。哦，高丽菜有，我甲你摕来切啦吼。啊，咱唔知要搁爱啥物菜。无啦，就安尼轻轻的，安尼拢总偌济哈。哦，这总共三百。三百吼，好，你算看卖。你收下。好，我准时啊，对。好，多谢哈。谢谢啊，再过来。遐认真伫咧加班吼，哎呀，饭菜拢冷去啊！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，害我喘得要死。铐起来！啊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跟人家学吸毒，抓起来带回去。起来！看你往哪里跑！干你！再干嘛？再干！明仔载回去吼。记得细汉时，伫位啊，
的围墙，搁有一挂隔壁生过来的爸妈。你讲隔壁的老阿公，孤单一个为大陆来。南无大悲的陆娘娘，姓陆，元旦过日来甲你请安啦，请你保庇阮的孙元福，身体健康，平安都回来，拜托拜托。辛苦的路卡，常常听阿妈讲你过去的风光甲这样。阿兵啊，你若遐毋捌代志，啊！你毋是答应讲要倒来食饭，我有挂你爱食的炒米粉啊！哎，紧食，趁少食，来。哦，来，趁少食。安怎？有好食无？好食。食。啊，对啦。嘿。你看，恁囝哦，伫咧学校画图哦，得着全校第一名呢。老师哦，搁替伊翕相了。真水吼！炒米粉，炒汤包，元宵汤菜配酱壮，红菜头，大香菇，元宵吃完真健康。阿妈，你看我去第一名呢。哎，是真的呢。嘿，你足厉害！哎，元浩，阿妈今仔日有煮你上爱食的迄炒米粉，你紧去洗手。好啊，我马上就要呢。嘿，摆出来了，你都爱好好做人，哦，无论偌久，妈妈拢会等你回来。安尼你知吗？就算去很远的地方，也学会搭不同的公车回家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再让你挂心，总忘记爱情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在迷茫的心中，我永远是那长不大的小孩。你看，今仔日六十八，你想？哇，翕了真水呢。嗯，阿妈替你收起哦。好。食较慢呢，无计着呢。嗯。阿娘啊。嗯。阿妈想问问你哦，你遐年纪哦，以后你想要做啥？我欲赚足多足多钱，把钱足大个厝予你住。哟，那呢，咱就安尼讲定。好，拜。
上乖，我得赶紧回来，别等我。你得我的宝贝啊！好，快点时间到了。你就等我回来啊！你等我乖乖听话呢。你先等我回来再话。妈妈答应你。好，我好。你就等我回来啊。变大楼，那些的衫。有时你感觉会想起，几十年过去，人生敢会当放袂记？彼时的甘甜，你感觉会想起？现在就像鸟仔一样，给人家在手头一点自由。我的自由是这么的宝贵，我常常跟自己说，出去了后，我就可以自由飞了。但又一次又一次，我自己又飞不回来。我不应该在阿妈要把我放不下的时候，我才想到要照顾她。我不应该让她现在还要等我大汉。我敢若会当怪我家己，伊伫无够坚强。我是元昊啊，爹死的。哦，元昊，嘿，你打车回来啊？来，阿妈炒米粉给你吃。哦，阿妈，免啦。我即马大汉啊，我
住我的家，好不好？你带我。守护着我。